餐。那变成是我刚去买完票之后，我连午饭不用吃，我直接回家睡觉。跟大家说，烟瘾是什么？对啊，他这个就是，所以说，我不会想在大叔馆，一点时间概念都没有。跟你约什么时候，你给我 delay 一个小时。像我那样。叫我在家里等他，看你俩多少钱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已经跟他讲了，为什么要十一点？因为买完票之后我还要去吃午餐，吃完午餐我们然后回家休息，下午要上班。他就弄一下，我没有时间去吃午餐了。你给多少饭吗？你要在过去吃啊？你要陪他洗水。所以说，下次我不会想再叫他出来。